这里是一个特色花店，非常有特色 ，Number One。朋友你好，我这是真正这个养花园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看看，这是石斛的一种石斛兰花，很多品种兰花都是在冬天开花。不仅开花，它还有叶子是有白边儿，39块钱一盆。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石斛，也是有黄边的，39块钱一盆。这里都会有名字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。这些是卡特兰，也正在开花。买卡特兰有个特别重要的，就是最好在它开花的时候买。第一，你能确保它真的开花，因为有的卡特兰买回来很多年会不开花。第二呢，你看这花色是不是你喜欢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卡特兰都有香味，很多都有香味哈，那个香型是不是你喜欢的也很重要。你看这个养花人还很贴心，在这叶子上贴的花色像不像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个名字的话，也可以根据名字去买，39块钱。看这个不开花的，它也是39块钱，这个品种叫 Red Cat， 应该是红色的花吧。但是这个叶子上为什么贴的是白点儿呢？为什么呢？也许是我理解错了，它贴白点儿就是它还没开花。开花的尺寸，这个买兰花有这个讲究，就是它很多都是从种子来的，有的是小 baby， 有的是开花季节的了，有的是已经开过花的。用英文说就是它的 stage， 比如说像这个吧，其实它已经开过花的。这里也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，就是朋友网友给我提的建议哈，非常有用。我觉得你买啊，你就是买没有开花，你怎么能确定它是开过花的，或者它能开花呢？一定要看它以前的老叶子，这有没有开过花的败的花梗儿。你看这个，有这个梗儿，说明它开过花，也就是说它容易复花。这个叫做 Violet Queen， 它的名字都往往体现它花的颜色，它花可能就是 Violet 那个颜色，淡紫色。看看这些叫跳舞兰吧，多少钱呢？39块钱一盆。看看这些这么一小点点，就一点点的花儿，猜猜多少钱？49。这都是给识货的人爱好者准备的哈，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就认识这个。哎呀，真漂亮。多少钱呢？一定要看看，59块钱。这是它的名字。这里也有做成三角梅的盆景，更正一下，做成盆景的三角梅，大冬天的也能开花，跟我家种的有一拼呐。看这么一小颗多少钱？190。但是你种过的人都知道啊，这是老桩了。这颗更大的，这个多少钱呢？390。这里有打折的花，这么大的凤梨，原价39块钱，半价。这也卖含笑。你看它所有的说明上、啊、往往都会有，特别是和中国相关的，它有中文的介绍，这是非常让人贴心的感觉。但是你看这个含笑的颜色有点扎心，这个好像是出了问题，感觉像是缺它的酸性不够，它缺铁，叶子发黄。但是凭我的经验呢，它要是叶子缺铁发黄的话，它是梗儿中间发黄，周围中间先黄，周围再还是绿的，然后慢慢变黄。而这个不一样，叶子可能有问题，或者是土里头出问题了。仔细看呢，它还有花苞了，就说明它去年长得还是可以，突然出现状况，叶子发黄。这种见过吗？它叫 Orchid Cactus， 35块钱一盆。像多肉一样啊，它就是多肉。这里有不少品种的 Peperomia 蔬草，15块钱一盆。这些蔬草里头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些，你看看长得怪模怪样。这个呢又是红艳艳的，还有比它更适合初学者的吗？有啊，下面叫 Nerve Plant， 你看颜色也很鲜艳，更便宜，499一盆。如果觉得它不够艳，看看这个，这够艳吧，599。好了，这个花店小花今天就说这么多，欢迎去网搜索时针家
花名或者是人家花店，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。这是个养花鱼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这个也很漂亮啊，49%。